然啾啾。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国家呢是 Malaysia， 马来西亚。我在新闻上呢很少看到马来西亚的相关报道。许多没有买菜经验的男生冲出门，却什么青菜都分不清楚，也不知道哪个牌子的泡面跟罐头比较好。那就由我来帮大家稍稍科普一下。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情况还不错，但是因为他们的防范意识不高，而且政府又没有给予过多的限制跟措施，就在二月底三月初的一场大型宗教活动，总共有16000人参加，其中还有1500人是外国参与者。在这之后就 boom 大爆发，而且这还是在韩国新天地教会血淋淋的案例之后发生的。这其实对台湾人来说有点难想象，因为其实在二月底早已人心惶惶，非常多大型的集会活动都已经被取消了。在台湾其实从二月开始就不太会有这种大型的集会了，还是其实是我太宅，不管。那所以现在在马来西亚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就让我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马来西亚颜值担当特派员静轩来跟我们分享。就以我个人的观察啦，我是觉得在 KL 的大家其实防范意识也没有很高，就是我出去商场啊，还是去喝咖啡啊，去到一些比较公众场合的地方，都没有看到很多人在戴口罩，都通常我看到的就10个手指可以数完。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大家都抱着一个心态，就是疫情还没有烧到来马来西亚，所以就觉得无所谓，或者是也有可能因为他们抢不到口罩。通常戴口罩的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还有在上班的人。那么通常中年跟比较年纪大的长辈，我注意到的都是没有在戴。公共交通工具里面的人大家都没有什么戴口罩，地铁还是算蛮多人戴的。这一站呢，我是唯一一个戴口罩出来的人。但是在巴士上啊，还是在就算是德士啊、Grab 啊，司机也不会特地去带。导播看一下，我们放出骗子啊！马来西亚已经行动管制令好久了，怎么会有这种在外面拍摄的骗子？看一下好不好？重新开始。好，拍摄3、2、1开始。其实在上个星期我在拍那几条 video 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疫情一直是处于在一个很平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然后死亡率是零的，然后确诊个案也是不超过200宗。怎么知道呢？今天呢，因为疫情又在逐步的攀升，确诊人数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1700多宗。所以呢，政府刚刚又在下午的时候召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就宣布这个行动管制令会延长到4月14号。那基本上在行动管制这段期间呢，所有人是不鼓励外出，是不可以外出，是必须要待在家里。那么你出去购买日常所需要的食材也只能派一个人，就是一家之主代表的去买，那不能2-3个人。然后而且出到去的话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所谓的 social distancing。 至于口罩方面呢，其实在华人农历新年那段期间，也就是新冠状病毒刚开始爆发的那时候，马来西亚的口罩是蛮缺货的，但是以我这个平民出去找的话，找了十几间还是可以买到一些数量，但是商家是不会让你买50片一盒这样子带走，但是他会限定着一个人可能至少有25片这样子卖给你。可是后来马来西亚确诊人数开始飙升的时候，大家开始害怕的时候，有这个意识想要买口罩的时候，口罩就已经是断货了。然后呢，还是有不少商家可以找到外国的货源，但是价钱就一定被炒到很高，他们已经把口罩炒到一盒都需要马币90块耶。就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我就觉得大马人在防范意识这一方面真的是还蛮低的，不知道大难来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反应的，然后看到确诊人数不断的暴增的时候才开始害怕，然后有些人甚至抱着侥幸的心态，就是大家不会去避免很多人的地方，然后也不会出去戴口罩，也没有注意自己的卫生清洗手这样子。看完以上的介绍，希望大家对马来西亚有更多一些的了解。哎，就不要怪我没有教你怎么跟马来西亚的妹子开话题咯。这时候你就可以关心她，行动管制令还好吗？隔离在家都在做什么呀？那也怎么突然变得那么严重呀？我听说是那个大型集会。OK， 拉回来。
根据静轩的分享，我觉得马来西亚可惜在政府没有及早禁止大型集会活动，变成了疫情最大破口。目前有蛮多国家因为宗教集会事件而爆掉，因此我觉得台湾绕境的紧急刹车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决定。马来西亚后续实施的行动管制令，相比欧美国家，我觉得算是蛮严格的。目前看似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的危机意识，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重视这次的疫情，因为它真的是非同小可。而静轩呢，也要跟大家来喊话一下。这次的疫情对马来西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在这里希望所有看到这个影片的大马人也可以好好的留在家，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些有益的事情，然后就千万不要出门，就不要让这个病毒有机会传播，然后勤洗手，然后爱自己的家人，为了他们留在家。